think it is? Because, you know, he's the only player that beaten me twice in the same tournament in my career in Street Fighter VI. So, you know, I'm just gonna go crazy. Oh, wow. Oh, my God. Zen, well,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right here. So what do you say about that? I mean, the Capcom Cup Grand Final match worth 20 of these. Okay, hold up. Yeah. Hold up, watch out for a second. Yeah. Back up. Can we get the face off real quick for the people? Can we off real quick? Yeah, make some noise, y'all. Make some noise. Yeah, it's getting real serious. Take your seats, gentlemen. That's enough. Okay, let's go. I want a nice, clean f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Mineral RD versus Jin. 2023年8月9号，北京时间凌晨2点18分，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办的街八六电子竞技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美男二力对战匡真啊。美男二力来自多米尼加，匡真来自于中国。匡真的装备啊，这是美男二力的手柄。DJ 是村肉匡真。美男二力选择的是好鬼，哎，这个三清泉直接带入连段，成功带入连段之后，好鬼这边跳崖不好使，哇，村肉好强啊，嘿嘿，带入欧弟圣龙不好使，我们看一看到好鬼在弟弟的面前被打的好，这个起身金黄反抗头，双方反别，哦，好鬼这个皮肤搞得好怪，哎，村肉赌了个欧弟二八 K， 可惜啊，赌错了，没拿力的机会来了吗？超杀破斗气迸发。村肉说等了你好久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比赛。匡真这边用的是 DJ， DJ 的这个版本用的人不是很多了，已经啊，像更新之后被卡了一些，哎呦，这个投技没投到，被对方反杀，又是一波强杀，好鬼这里凭借的超强的中拳啊，村肉绿冲头一次，蹬鼻子上脸一个，远距离发波牵制，消耗对方的能量。哎，村肉赌对方要白鬼，完了，没了。两气大招带走了这一蹬，这一蹬打的村肉有点急了啊。那么全球一共48位选手拿到了总决赛的门票。好，加隆多回来下倒地了，不得不说啊，顶级高手对于这个距离的理解卡位相当的精准。我们来看一下双方，梅纳利这里血量跟匡真的体力差异不是很大，由于强倒地，吼吼，尾头一敢跳我就敢升，哎呦，差一点，哎呦，这个斗气反击打了寂寞，好鬼清泉冲拳之后确认超杀破白鬼，哎我勒个去啊，这招疼啊，打康了呀，三气还你票拳，坏了，没了呀，又这个灭杀好，两气超大，没那力呀，捡了一个漏啊，你不赌吧也不行，不进攻也不行，街霸六本身是一个鼓励你进攻的一个系统设定，嗯，真疼，上下中，嘿嘿，这个对空真的很准，我勒个去，找谁用老了，好鬼打人真的好疼啊，又是灭了好不动，斗气反击打了个寂寞，好吧，接下来来看看美男二弟，好鬼拿到一分，我的天啊，开的这么准吗，嘿嘿，欧弟神龙推柔这里没有贸然起身压制，又来了一个超杀的确认，补完这两气之后，好鬼没斗气也赶紧跳想抓，但是好鬼拆头了，哎呦我去，头击破了都迸放，好鬼现在没有血量没有斗气，后加隆多
骗到了后卫的出招，那现在 Final Round。Nasty。Don't see anymore. Don't see it, bro. It's crazy. These incredibly strong characters. We don't see them anymore. Yeah, you'll see it as often. 肌肉以为对方要直跳，好给没跳，又是一擦盒。不得不说，梅纳利这个力挥的功底非常强点。陈忠再次起身，赌一个欧弟圣龙。然后又换一招，想骗拆头。Baby。Oh, that was it. Didn't cancel.Not confident in the confirm just yet, but Menard. 斗气迸发，好鬼白了。好鬼斗气枯竭，对方来了个三气还你票权。好鬼皮很薄啊。KO， 那现在吞肉也拿到一分。喜欢街八六的朋友，看到这里的话，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刷到这个视频，大家可以先点个关注，点击订阅不迷路。也请大家能够动动你发财的手啊，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个精彩的比赛视频，好吧，朋友们，谢谢。让我们回到比赛当中吧。现在村肉跟对手都是拿到一分，美娜阿丽被村肉踩了一个头技。哎呦呦，这个二八 K 打错了方向，结果被好鬼一波反杀。好鬼打这个 DJ 真的好疼啊！但是好鬼也有弱点，就是他的皮儿比较薄啊，你看到没有？也是不抗动，攻击力高，但是防御力低。好鬼这个角色，哎呦我去，拍到对方要空中出波啊，第一时间。下的花铲头，差一点。来看一下梅纳利这一次放弃了布兰卡，放弃了卢克，选择了猴鬼。这是一个金仁德，你敢跳我就生。猴鬼依靠自己超强的中拳。贝贝，好，又是一个插合却反，好，欧弟绿冲头啊，这没选择绿冲，压你向再反头等角落，这个逆向。两分，只有拿到了。真的，嘿嘿，赌的好准。美娜丽现在也开始赌了。哎呦，真的敢，真的勇啊，村肉。下段偷袭，女生头没偷到。好鬼现在斗气迸发，打了个皮枪，好鬼白。哎呀，这个二八 K 真的赌得这么猛吗？完了，死了吗？磨血磨死了，没有斗气了。这灯赢的也是险之又险，加油！游戏波想杀，这个跳入真的很疼，大家看这个血啊！美娜丽现在手上有三气资源，陈肉爷满三气，远距离不敢再发波了，再发波对方要跳入了。哎，你看我就说嘛，再发波对方跳入了，完了这灯没了。双方把比赛打到了 S 局了。陈肉这个波，哎呀。发的太多了，吃两次亏了，但是他还是要发火。这个比赛谁赢了，谁晋级，胜者下一轮了。白鬼旗抓逆向想投，嘿嘿，这次村肉判定距离合适。对方再次用欧迪圣龙堵了村肉的欧迪，堵了村肉的绿冲。哎呦，我下中拳狙击啊，这是卢克打法呀！
矮想跳，所以说我这个跳的有点太平了，应该要调整一下，改变一下套路。逆向过来了，美娜丽现在还真的好猛，他说用超杀毒，这招疼。To the corner you go. Still one of my favorite supers. Keeping himself in this. Ho ho, 往头. He's got a level 3 as well. Too far for the counter hit to Link. Oh, jab into the drive, Rusty should be able to close. 有一颗气，不需要。双方打到 F 灯了，兄弟们。看到这里小伙伴，希望Terror赢的朋友，动动你发财的手，点个赞，好吧？哎呦，又发波。这次村主再起身赌 OD 28K， 斗气迸发，插合一个下重脚，投机起身，对方有三气，哇，这都行，对方起身躲大招，哇靠，看到村主动了，这边村主被对方起身堵了个三气啊。白了，没头气了，擦盒。哎呀，这都行，这牛逼村肉，村肉打出一个极限确认啊！给村肉点个赞，记住他名字匡振，来自中国的21岁小将匡振，他击败了美娜二弟。Street Fighter 6